做就好，来麻烦大家先听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来手来，跟我们前面、左边、后面的朋友，大家拜个年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哦，你看，我们今天最有福气，这么多人一起来这个圣公团拜、新春团拜哈、哦，所以说今年大家一定好有福气，好有好运气，祝福大家哈。哦今晚呢，我们这个伊那里哈，圣公是啊，由舅舅来这个公园表，咱请这种子哥性感成秋，也鼓舞哈，来2016年，咱这个金猴年的庆祝的咱这个元宵，也鼓舞啊，咱这个灯谜跟环保、交通安全、省道，以及着老人福利、健康讲座晚会节目正式开始，谢谢。哼，孙大哥，今仔日咱两个吼，爱服务咱今仔日做讲演讲的朋友。啊，咱即马小姐已经准备好势啊，先为咱大家来唱歌。啊，不过唱歌之前，咱两个嘛爱甲咱好朋友大家拜年对吧？好来，好，今仔日是来讲演讲的，咱圣公晚会的活动主持，我是珍珍。啊，即位吼，特别介绍孙大哥啦。好，伫这个所在，阮两个要为咱大家服务，咱今仔暗时啊，咱这个联欢晚会。好，高孙大哥，别进来收财，赶来收一公钱，用那钱的话，将得住。大家拜个年，叫我大家新春快乐，谢谢，恭喜大发财。小时了呢，哦，都没有起来运动一下哈、哦、啊，谢谢。好，